改版后的卡上帝是那个 W 在痛吗？是不是那个 W？ 唰 ！What is doing？ 刷一下是不是一千多滴啊？感觉我扣了一千多滴啊！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三千多滴血，他刚刷，我直接掉三分之一血，我只好继续来一把折磨老妇女，折磨老妇女。这是什么？最近游玩的游戏中有人故意扰乱游戏，遭到了制裁，我们敢深表歉意，所以给你两场补位保护。可怜，妈刚刚的斯温被锁了，可怜啊，臭演员。又是黑哥，没关系，这次我是顶级老妇女。黑哥，你是我顶级老妇女的对手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干嘛挂机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挂机什么意思？走到外面挂机就是中单，故意的是不是啊？是故意的。啊，当地。只有给我六的份哦。怎么样，赵三三吸你？听说你很能扛。听说你很能扛，你这个不能选方向的 W 也想撞我。你现在 W 根本撞不到远程啊，因为他不能选方向。敢打卡上帝，要打赢卡上帝应该要出面具啊，但出面具又怕我会死，因为每次不出攻击中都赢不到多少 CS 啊，他们都可以硬把线洗掉，所以我想要考虑这个老妇女前面可能要出攻击中，我这把先一样出反装，这把一样压不到 CS 的话，我们就调整一下。有人帮啊！热不朗来了，中单没办法跟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要一打二？怎么了？狗狗喽！没大觉的还想干嘛？没大觉你就只能是一个被我溜的人，知道吗？没敢出去啊，以为自己很肉。我打人虽然不太疼，但我们就一直折磨你啊！直接出冷血啊，顶级坦装就对了，疯狂折磨。啊！我啊，笨蛋！怎么样？被我疯狂折磨的感觉如何？哎！有戏呢！加我！加入 gap， 辅助都来上路吸奶了。小声一点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！小声一点，笑死！我就站在你的塔下一直折磨你，我就看你队友能帮几次。那如果我是面具的话，好像比较好。反正我刚被吸奶死了，不如我出面具啊，压的比较多。可怜啊，又吸奶，爸爸下路都有差距，真的难受。意不意外啊？下路继续送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啊？我是一点都不意外，也不惊喜啊。不出面具啊，出面具等下挡不住了。黑哥应该很折磨啊，顶级坐牢。哎呦，又来了，又想吸奶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先把我拉去找葛雷夫哎、欸，到底吸爽没？我到底要不要吸几次奶啊？啊？
怎么又是 AD 在送？被辅助单杀。집중하세요 Bye, have a great time. 可怜了，但没事。我们很险。干嘛？什么意思？집중하세요对呀，炮娘，你打得死我！집중하세요！把这个打死我！打不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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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死！顶级折磨，顶级折磨！哈哈！顶级折磨。不死老妇女，干嘛？我是不死老妇女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顶级不死老妇女，在你面前 A 你，完了，没了，不死老妇女没魔了，扭掉，顶级扭大，顶级扭大，输不了，输不了一点点，顶级老妇女的威力。哎呀，蹲到自己了，好呗。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！顶级老妇女残血逃生。炮娘，你以为你八个头打我会痛吗？在我这个顶级老妇女的面前，你八个头的炮娘伤害还是不够啊！打架打架，我们没打架的，要一直打架，打架才猛。小丑派克，他前面还敢来助我啊！不用面具啊，我们砍住就好了，不要出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。只要队友是正常的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伤害。你觉得需要伤害的时候，都是队友是垃圾，本来就不会赢。我们坦克就是不是来打伤害的。干嘛给他勾啊？勾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咬我啊，笨蛋！炮娘，你很行，来 ，challenge accept。炮娘在哪？来，格雷夫，干嘛？顶级老妇女面前，干嘛？顶级老妇女面前，随意开坦。我是顶级老妇女往前走，你们能怎样？你们只能摸摸鼻子直接走掉啊！没摸没办法，回家吧。我们处理不了魔力的问题，我觉得刚出水力感那，只能做冰心啊。冰心已经有回复，已经有魔力了。现在 AD 就是四不像，你出海妖呢，第一件装的时候比较强，可是呢，出海妖中期很烂啊。他快三件装嘛，我才两件坦装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肥度差不多。以往的话，这个炮娘绝对是 A 我几下，我就要倒了。等一下看一下炮娘 A 我的伤害啊 ，Challenge accept。加入禁区，我们跟着进，不然我会被这人抓。我暂时应该是不会死。发薪水，请服务区停止。这是你们的水平，这是你们的水平。哇，危险危险危险！这就是你们的水平，这就是你们的水平。你们开我啊！你们开我，我顶级老妇女，你们居然开顶级肉妇女啊！我会死？问号，笑死！肉的一逼，伤害同时还高，伤害还跟中路一样高，比这 AD 还高，莫名其妙。这个最顶的老妇女，他妈今天居然被戳，连续被戳两把，到了第三把才赢。我觉得前面应该都要赢下来的，明天就继续用这个顶级老妇女呢，急速上大师啊！感觉已经没人能阻止我了。可以啊。